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要保湿伊贝诗，伊贝诗弹润保湿水。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赢100元现金券。本节目由海伦凯乐林志玲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打开手机微信，摇一摇摇电视，找到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精美的好礼等您来拿。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百合网婚恋学院的院长周小鹏周老师，欢迎周老师。华谊家境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我们刚结婚时生活条件不好，但过得很幸福，但是现在他能挣钱了，对我的态度却越来越不好。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他还总想让我像以前谈恋爱那样陪他，我现在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他经常出差，回了家还手机不离手，宁愿多玩两把游戏也不愿意陪我。他现在都是当妈的人了，还那么无理取闹，我觉得他特别幼稚。我做的那些都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让你多关心关心我。我们现在沟通越来越少了，我就像失去了灵魂上的伴侣一样。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杨先生30岁，来自吉林，个体。女嘉宾李女士30岁，来自河北，待业。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大学同班同学是吧？对，大学同班同学。7年爱情跑是吧？10年了。对。我们是05年入的学啊，报到的时候他就对我表示了好感啊，第一天就跟我要了电话。当时嘛，他长得挺帅的，而且不像现在这么胖，那时候挺瘦的，然后还是我们班里的国旗手。有一天嘛，他还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觉得短信挺搞笑的，他就是说，我想和你搞对象，给你一天考虑时间，想搞就搞，不搞就拉倒。你回了两个字，拉倒。没有，然后我行吧，我说给我一天考虑时间，然后我觉得他人还挺不错的，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但没想到就是一坚持就坚持了10年。不，这事儿说一坚持就坚持了10年，恋爱多久结的婚啊？我们是那个12年结的婚，12年结的婚，7年之后结的婚，对吧？对，那应该情感非常稳定，对不对？我觉得挺稳定的啊。什么时候有的宝宝啊？结了婚就有了宝宝。哦，结了婚就有了宝宝。对。那宝宝现在也快4岁了。啊，怎么了？不挺幸福的吗？挺好的吗？没结婚之前，他对我确实挺好的，然后对我百依百顺，千依百顺。我说一，他不敢说二；我让他上东，他不敢上西；我让他上天，他不敢入地。但是，那你得多走。我又不是机器人，我都听你的。就是，但是就是，自从结了婚，然后孩子有了以后，我们就有压力了。然后他就是在我的鼓励下嘛，他就是开始干个体。干完个体以后，他和我的沟通越来越少。白天我看不到他人，晚上一回家他就要对着手机睡觉的时候还要看着手机视频才能睡觉。你说你娶了个媳妇是手机啊还是我呀？那起码那个手机他不跟我生气。你说总说我说我烦你，我现在我确实有点烦你。你总在那作，他没事就是作，他这点我受不了啊。他都咋作的？他都咋作的？我说的也挺可笑的啊。有一次我本来要出去工作嘛，他就说自己生病了，发烧有点。那我寻思你要是发烧的话我看一下呗，拿手摸摸他头，感觉温度挺正常的，没什么事儿嘛。我说那个等我回来了咱们再说吧。他就说不行，我肯定是发烧了，我一定发烧。他就拿着体温计去量体温去，他跑厨房里量去。没过一会儿我听里面喊了一声，我进去一看，这家伙拿着那个体温计往开水里放，体温计都炸了。我说你怎么不拿火里烤呢？我一看他都是假的啊，一看他在这跟我演戏。
你说这句话，你说你丧不丧良心？你说你发生这种事情，你不应该想想，哎，我为什么要装发烧？其实主持人他已经连续一个多月没回家了，而且他回家那天，他当天已经答应我陪我去逛街，哎，回到家他也没有向我解释，他不行啊，今天我有事儿，我不陪你逛街了。这不是临时有事吗？而且你说，咱们第二天去不可以吗？那你第二天也没有陪我去啊？第二天我都生气成那样，我还跟你去？哎，他不止这一次啊，还有更夸张的时候。他有一次啊，我回家，他躺在地板上呢，他就一直在那说，胸口疼，我喘不上气儿，我喘不上气儿。我看他好像确实挺痛苦，我都打120，让那个医院把他接走，去医院做个检查啥的。一看做检查各项指标挺正常，医生说也没啥事儿。我也挺好奇的，我说那没啥事儿，怎么这么难受呢？我都问问他去，他问他咋说的？这事我还得要解释一下。上次装发烧以后，我就发现你肯定是不关心我。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我想干一件大事来引起他对我的注意。干票大的。再说了，我也不容易啊。你说你5点半下班，我5点我就提前半个小时我做好准备工作了，我就在地上躺着。然后他5点半也没有来，结果6点来的，我就足足在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你那就是该，只要你躺来着。你说沟通也行，你说我不关心你。那你好好说，你非得这么演，你这么爱演，你咋不演戏去呢？没叫我去，要叫我去我也去。你其实这个他拿他自己在这演也就算了，他更过分的是他拿孩子骗我啊。有一次也是我在外地嘛，外地有点工作，我去外地跟人家谈挺长时间了，已经快敲定了，结果他就一给我打电话说，咱们儿子发烧了，发烧好几天都不退，完了还在那种带着哭腔的，你说我能不担心吗？我那把所有工作都放下去了，啥也不管了，我直接就回来了。结果回来一看，又在那儿跟我演戏。说到演戏这事儿，主持人，我还要再解释一下，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有理由的，不是说没有理由。那天是我们在一起10周年，我当时给他打电话，我也暗示他了，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他说啊，我这有事儿，挂了吧。那你说你这个纪念日咱们改天再过不也行吗？我说出去挣钱也不容易吗？基本听明白了啊。结婚之前，就是有宝宝之前，您是有工作的是吧？是。是因为两个人商量好，他来做全职太太是吧？哦，你去挣钱养家是吧？对。猜得不错的话，应该现在生意做得还不错吧？还行。还行。你满意吗？不满意。不是，挣钱挣得你满意吗？也不满意。是少了还是多了？越多越好。你又希望他越多越好，行，那我明白了啊。就还没达到你的要求是吧？好，第二个问题我又问了啊，现在不都放开二胎了吗？你们想要个二宝吗？商量过这事儿吗？商量过，说的这个事儿我也挺生气的。我其实现在二胎政策已经开放了，我一直想要个老二，因为老大现在已经就是马上上幼儿园了嘛，就是应该说已经带过来了。我说想要二胎，他就是不同意。我肯定不同意啊，你上一个孩子咋带的？你说你会带孩子吗？我怎么我跟你说，那个赵老师之前孩子小嘛，啊，他不是比较喜欢看电视剧吗？他看电视剧孩子总在边上闹，他嫌烦，他怎么办呢？把那饼干捏碎了往地板上一扔，让孩子趴着捡着吃去。我说你这是养孩子呢养小鸡呢？这个国外都这么养。你都是懒，你自己都带，你带不好他，你还一个都带不好，还带俩呢。哼，爱看什么电视剧啊？一般，爱看韩电视剧，这我更得说一把了。你这么大岁数了，还哈韩呢？我从我认识他开始啊，2000几年开始，都开始哈韩，韩国电视剧、韩国偶像、韩国歌曲，那个手机包括车里面下的歌，全都是韩国的，我想听个中文的都难。你说咱们中国有这么多好的电视剧，好的主持人是吧，周老师？你都不能去喜欢喜欢，你非得喜欢那些你都说话你都听不懂的人，而且换偶像换得特别快，今天什么长头欧巴，明天外星教授，现在又什么当兵的，换一个说自己又我又那啥，我又换老公了，你这我咋想的？那你也不能说总发一些微信来刺激我呀。我咋刺激你了？老师他总经常发一些丑闻啊，就是说来刺激我。我都给你发微信的意思告诉你，你这些明星他也是普通人，他只是包装的好，不像你想那么完美。我看你这么爱演都是看这个韩剧看的。好，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其实挺有意思的，年轻女性还好，
恰恰是在家庭当中的很多女性追这个，对，过分的追。有研究也得出了一条结论，说是因为家里的老公太失位了，因为我们的枕边人不搭理我们。你看看，那他看完也不能说，他一看完韩剧都说，我看完韩剧里的主角，我看你都恶心。真的假的呀？真的，他真这么说。你是看他恶心吗？是。真的？哎呀妈呀，问题大了。那他确实没有韩国明星帅呀。坏了，本来我觉得很容易解决，现在发现挺难的了。难题留给你们吧，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也看哈？看啊，特别是那个太阳，那也是很帅。宋仲基特别帅。我比宋仲基差哪儿？那长得比你帅。你算了吧。我们有权利欣赏帅的男人。你们是有权利，但是你们不能当着老公这样。你们什么意思呀？的确，就是韩国偶像长得帅，但是长得帅没有用，踏踏实实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才有用。但是有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我们身边这个人，是否对女人要有关心？对于丈夫您来讲，好像您并没有真正愿意去陪到妻子，他可能做的所有的方式真的不太好，躺在地上装病也好，然后想要把那个温度计放到水里边烫，想要去博得你同情也好，他可能真的不对，但他内心当中想要得到你关心那颗心没错。我觉得忙不是借口，赚钱是为什么呢？您不就是赚钱，希望你的老婆过得好，您的孩子过得好，不就为这个吗？但是现在您赚钱就是为了嘚瑟，你看也有钱了，也不管你们了，你们都是为我服务的。不要那样，好像有点钱以后什么都看不上了一样。回过头来，我觉得对你也是一样的。您觉得如果我把饼干捏碎了扔在地上，然后让您去捡，您觉得这是一个国外的教育孩子的方式，养育孩子的方式吗？我没有听说，至少到现在我没有听说。如果你不爱你的孩子，你不热爱你的这个生活当中你跟你孩子在一起互动的时间的话，再有一个老二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没有做一个合格的母亲。所以我觉得您二位也是一样的，十年的恋爱生活加婚姻生活，你们不热爱他，你们也不珍惜他，我会觉得这是最可惜的地方。十年是应该是你们人生你们婚姻的新的起点，有空去旅个游吧，孩子都四岁了，应该一家人出去旅游了，不要再在家里边互相责备。谢谢老师。我老婆也爱看韩剧，我基本不看，你也不看对吧？不看。但是我们集团控股了一家韩国娱乐公司，控股了一家公司之后我就得看。哎，我第一呢，我是看他们的这种模式到底是怎么样。
生活。韩剧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太过于美轮美奂，但并不真实。我以前也喜欢看韩剧，那是年轻的时候。展望一下下一个十年什么样，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我觉得听完老师的话我感触挺深的，但是我也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多陪陪我，多陪陪孩子，少打点电话，少玩会儿游戏，但是我也会改改我的脾气。确实是我关心你关心的也少点，像老师说的，仔细想想，有的时候你这些举动还算挺可爱的。咬着后槽牙呀。没话了，你就好好的呗。请亮灯啊，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好了，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吧。请开，请开门。有请小花童。可爱，来这边。接下来我们来见证这对十年情感的夫妻如何从今天开始掀开他们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幸福篇章，各位请见证。我确实有点忽略你的感受了，你虽然比较能琢吧，但是还是因为我关怀你关怀的不够，以后我肯定会花更多时间陪你，
听到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多一点沟通吧。谢谢你老郭。我爱你老郭。要保湿易背湿啊，除了要，还需要保鲜自己的婚姻。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谢谢老师。还要老二不？要。他又不会带娃，要什么老二啊？学嘛。哎，好，请回吧。谢谢你们。谢谢。多幸福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在我眼里，她长得很漂亮，我总担心自己配不上她，所以跟她在一起压力很大，但她一点都不理解我。她有太多太多的事情瞒着我，就是把我一步一步的骗到他们家，给他当佣人。我在工作上遇到了很多挫折，我不敢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害怕他瞧不起我。他骗我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他现在说什么话我都不敢相信了。我对这段感情已经彻底寒心了。是结束了以后，心意伤透，我该怎么相信你？当情感遭遇信任危机的时候，大麻烦就真的来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杨先生29岁，来自湖南个体。女嘉宾杨女士29岁，同样来自湖南，是一名化妆师。有请。欢迎两位哈。你追的他？对。在什么场合认识的？是在一个老乡的聚会上认识的。哦，老乡的聚会上认识的。因为我们俩都是怀化的嘛，都在长沙发展，所以当时吃完饭吧，感觉也挺有共同语言的，就留了微信，所以以后要在长沙相互照顾。从此之后吧，他就经常以这种借口约我出去，也就开始主动追求我。哦，怎么了？怎么就不相信了呢？开始他对我挺好的啊，是在外边租的房子，那个时候他会经常花时间陪我，也会对我很好。但后边他跟我讲，他爸妈身体不是很好，他说让我住到他家里面去，一来方便照顾，二来也为了省点钱，将来也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嘛。我觉得他也考虑的比较周全，也算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所以我就答应住到他家里面去了。啊，后来呢？住到他家里面去之后，我就发现第一件事情骗我的就是他学历上就骗了我。他那个时候跟我谈的时候是跟我讲他是重点的本科，但其实我从他爸妈口中得知他就只有大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连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他都骗我。其实主持人，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的，我追他的时候很难，他的很多朋友啊亲戚之类的都不看好我们，觉得我的外表搭不上他，所以我只能从我的内在去包装一下自己，也不是说是骗你，等于是最多是吹一个小牛吧。那房子的事情你怎么解释呢？房子怎么了？房子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的，我开始跟他讲的时候确实是有一套房子，但是那个房子呢是在老家，我哥比我大6岁，家里面是这么考虑的，谁先结婚那个房子就给谁用。而且我们两个实际上是在长沙发展，那个老家那个房子呢其实也用不上什么，所以我就是打算在长沙买套房子的。你根本就是有意隐瞒，你当时跟我就不是这样说的。他说婚房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老家给我留了一套，说到时候是给我们用的。他现在跟我说又是这样变卦了，这难道不是有意隐瞒是什么呀？还有什么事儿他瞒着你啊？还有吗？还有很多。其实就是我工作上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他啊，他就说我瞒着他。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做教育培训的嘛，当时我们条件还可以，
但是后面市场不怎么景气了，我们股东之间又出现点矛盾，所以教育培训我就没做了。没做以后呢，我就也不敢告诉他，因为我怕他看不起我嘛。那个时候你教育培训你都没做了，哪还来的钱买房啊？他刚才不是还这么说吗？说准备买房，这算一件很大的事情，关系到我们将来能不能结婚的事情。但是我也没在那里玩呢、啊、我不是做 POS 机去了吗？怎么样做的 POS 机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投资比较大，但是他听明白了，回本比较慢而已。赔了是吧？没赔，只是回本慢啊、哦、又是一缓兵之计，又是一借口。他做 POS 机的钱都是借的，做 POS 机这事情就没告诉我，然后借了钱也没有告诉我，借款的钱我都是怎么发现的？因为他承诺我说年底的时候会去我家提亲、啊、我们家提亲按我们那边的规矩至少都是要七八万块钱、哦、我早就给他打预防针了，我说你这个钱也要准备好、嗯、他说你放心，我外边还有几万块钱的账没有收回来，他说到时候就用那个钱嘛、啊、所以我以为他是不好意思，就是一般跟朋友收账都不怎么好意思说嘛、啊，我认识他朋友，所以我就私下去想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他那个朋友跟我说他压根就没有借那个钱在外边、啊、他那个朋友倒借了几万块钱来给他做 POS 机。哦，是吧？是的。你骗他这干嘛呀？有钱就有钱，没钱就没钱的，你跟人说清楚嘛，面子上挂不住嘛。那有什么挂不住的呀？这都成为你老婆人，他要因为这个离开你，我觉得这种女人不值得留吧。如果他朋友知道的话，他肯定就会笑话我们两个。笑话笑话呗。哎，你还有什么事儿瞒他吗？还有还有啊，因为他这个房子和彩礼钱总共加在一起20多万，破子机的生意不是他回本慢嘛，所以我就想着其他的办法。我就后面去做跑滴滴去了，跑滴滴打车也挺好啊，但是他觉得不安全了，哦，所以我就有一次出去，那次还是生气出去的，就是跑滴滴的时候要完成任务，每天完成多少单，嗯，这我知道，对，第二天才有奖励。如果没完成那么多单的话，第二天你就算去跑，等于是也是白跑。对，你干嘛了？所以我就到朋友那里去诉苦去了吗？你别说这事，说这事。主持人，我跟你讲的清楚一些、啊、他什么都是断章取义，他让你讲一半啊。那天是我要过生日，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陪我了啊。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得陪我出去看电影，他说好，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又找什么借口说要完成多少单多少单才有奖励。对，他刚才说了啊。对，但是他压根那天就没有出去跑车。那他干嘛去了？你让他自己说他那天能干嘛去了。喝酒去了。喝酒？他过生日你不陪他，你去喝酒啊？打着那幌子出去跑车去挣钱。当时压力挺大的，而且我也是生气出去的。我也没地方发泄，我也不敢和他正面冲突，一冲突又是要闹分手之类的，所以我只能出去找朋友去喝酒嘛。然后呢？然后找到朋友以后，我们聊得很晚。后面他就说，你不做滴滴的话，那就现在有一个好的事情，基本上就直接投资一点点。然后也不要什么租金，就要我去干一个超市的事情，投资入股啊。做了吗？做了，现在做了。哪来的钱呢？然后我就没钱找我父母要了，但是他们也没有。后面我就只能，因为这个是稳赚不亏的生意嘛，我不想错过这稳赚不亏的生意啊。对。哪来的钱？父母没有，我就把我那个车去抵押了。车也抵押了啊？他现在负债那么多，你把车唯一的资产把车都抵押去了，都没跟我讲。那天还好是我听到他哥哥就是跟他妈妈在说这个事情啊。当时我听到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生气，就跑去超市去质问他嘛，就看到他跟他一群狐朋狗友在那里玩游戏，玩得挺嗨的。本来我就心里就憋着一肚子的气了，所以就把他手机抢过来砸地上。所以他就因为这个事情还动手。他打你啊？当时也是情况不一样嘛，当时其实我也是，我们也刚刚忙完，就在那里休息一下，他刚好他又进去了，他进去把我手机摔了，而且指着我鼻子骂我的朋友也骂我，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才那个的。忍不下去这也不能作为你打人的理由。大体脉络我知道，我还有几个细碎的问题想问一下，在日常生活里他对你照顾的细致吗？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不过那个时候呢，因为可能时间短也看不出来、那时候他可能经济状况也好一些吧，那时候会经常陪我，会给我惊喜，
但是到他家了完全是天壤之别。我是做化妆的，在外面一直是站着弯着腰，我很累很累了，但是回到家我能帮的我都会帮。他干活吗？他就是不干活，所以我心里才不平衡了呀。今天你来是觉得他骗了你这么多，你都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在瞒着你是吧？他骗了我那么多别的，我还能相信吗？我就觉得哦，明白。这段情感路向何方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如果一段爱情当中都没有了坦诚，那这不叫爱情了。对于男嘉宾来讲，我至少听到几个最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关于有没有房子，你是以骗的方式；第二个，工作的问题，你不敢直说，你也以骗和隐瞒的方式又隐瞒了。所以我觉得我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呀。你所有做的一切，我是想等着我的经济上来以后，我再跟他讲这些事情。你所有做的一切，是因为你认为这个女人有很高的要求，而你并不是能够达到她这么高要求的男人。所以你其实在够他，你够得很累。如果他的要求只是比你自己的条件或者比你自己的能力稍微高了一点点，你可能卯足点劲儿你还能达到，但是好像我听到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认为他的要求你根本连跳都跳不上去。所以你要这段爱情做什么？我想每个人至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总得有一点知道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什么是应得的。那同样换过来对女孩也是一样的，我能够试想在当天的场景，人家可能会说，这个是杨老板，做生意做得还不错，然后再加上他又夸口某某名牌大学毕业，又做教育培训工作，然后再加上他说你看我老家还有婚房，所以在你的心目当中你就认为他是可以依靠的。但是试想过来，你到底爱的是他这个人，还是你爱的他是一个有钱的杨老板？如果你爱的是后面一种身份，拜托现在不是，那你考虑你要不要嫁这样男人。如果你只是觉得我就是爱他这个男人，他虽然在骗我，但是他很踏实，他也只是在为我考虑，那好，你就今天踏踏实实的爱这样一个人，考虑清楚做你自己的选择。谢谢。好，谢谢。我能直白的指出你最大的问题吗？你很自卑，你觉得所有的你的现实状况你是不能满足女方的要求的。请问女方开始要求了吗？没有，反倒是你给了她一定的要求，我有房，我学历高，我有事业。而为什么你要主动的提出并不现实的这几项条件呢？源自于你内心深深的自卑。你觉得自己如果是真实的面对对方的时候，对方是不会看上你的。你所有的那些真实的工作都不敢告诉对方，你赚钱与否不敢告诉对方，接下来你又是很不踏实。其实我们都接触到这样的一些第三方代驾机构，只要你踏踏实实的都是能挣到钱的，为什么在于你来说连人家基本的一个要求条件都达不到呢？你最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现实，赌性十足，哪有稳赚不赔的事儿啊？到最后终于把自己那唯一的一辆车也割进去了，而你赌性又反馈在说你对待你的爱人，我所有那些谎言都会被我隐瞒得很好，包装得很好，又是在赌，最终你赌来赌去就把自己的前景和自己的幸福全给赌没了。所以啊，回到最根本，你最真实的是什么样子，坦荡开来给你的爱人看。如果你所有的真实对方是不接受的，不好意思，他不是你想找的那个人，装是装不了一辈子的。女孩同样你要反省一下你自己，其实你也在赌，你赌自己当时没有看错，你其实也怕周边的朋友自己的亲人觉得你怎么就看上这么一号人啊，所以你赌他下一次一定能赢，你不得不为自己这个赌性呢你付出很多。所以啊，认清一个人，如果他真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马上走开，因为你无法改变一个赌徒的思想，更不要把自己也赔进去。就这样。好，谢谢，谢谢曲总。男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配不上他？有一点吧。你自己是怎样你就是怎样吧，何必去打肿脸充胖子呢？
我最讨厌见到的就是像你们这样的情侣，太脆弱，骗人的打肿脸充胖子，被骗的装傻充愣，他骗不骗你你不知道啊。我们说欺骗者之所以能够欺骗成功，就是因为被骗者在谎言中沉醉。你又不是不清楚，很多事儿你也清楚，其实你也骗了他，你没有直白地说出自己的质疑、怀疑和不安全。他脑海里面想的是什么？他脸上露出的表情代表着他背后的是恐惧、慌张，还是在外面遭受了一些什么？你不清楚啊。如果说你跟他在一起，好歹生活了这么久，你是一个爱他的人，你难道不能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吗？你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些什么吗？不知道你不会问吗？不会问你不会后面去看吗？去观察吗？自己自欺欺人，同时又把赌注放在这样的一个男人身上，结果就造成了你今天这样的结局。你今天应该很清楚，你是被他用钱砸来的，你们之间有真感情吗？你是被他用一个一个的谎言把你给砸回来的。而至于男人，如果这次他再没有戳穿你的话，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呢？这种女人带出去有面子是吧？一点面子都没有。你在外面可把快递也好，干什么也好，这所有的一切你之所以不敢告诉他，是因为一旦告诉他，你会知道他会对你大发雷霆，而并没有所谓的关切。六十秒，老婆，其实我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将来。如果你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以后我们还是有什么事情好好的商量，好好的沟通。我也不去为了面子去做那些虚伪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好吗？我真的不知道，我考虑一下。最相信我最后一次，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你说你早这样多好。嗯，欠多少外债？十几万吧，十万。啊？十万。没有其他的说谎的了是吧？就是除了这次还有在瞒他的吗？没有了。好，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来看看这一对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请开门。我还是选择给你一次机会。哦，你先别说话，我先报备一下，这样的感情我不会祝福的，我先行离开。姑娘，问你个问题啊，是真实的决定吗？他只要不再骗我，
只要他真诚，我愿意陪他以后一起努力。真的假的？真的。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其实这一幕我倒挺愿意祝福的，只要有真情在，一切都能度过。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谢谢你。来，让我们来见证吧，各位请见证。老婆，我爱你，我以后永远都不会骗你了，相信我，我们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过得很好的。我们一定要过得好，过得幸福。药宝诗、易贝诗，这个礼盒还要送给你们。除了保护自己的皮肤之外，还要好好呵护自己的爱情。谢谢，祝你们幸福啊！谢谢，如果是真爱的话，谢谢大家，谢谢老师，谢谢，谢谢你们，请回。关于他们的情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解读。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老师的话激励出了他们对爱的觉醒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幸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易贝诗爱情保鲜剂。好，报备的涂老师回来了啊。爱宝官微的网友向你提问说，我和女朋友分手一年，之前分手是我提出来的，因为父母坚决反对，两家人闹得特别不愉快，现在她有了男朋友，他说是因为跟我斗气才找的，现在我好想跟他和好，我到底该不该去找他呢？他如果真的是为了气你而找男朋友，为什么要等到一年之后？你如果真的是想挽回他，为什么也要等到一年之后他找了男朋友再说呢？所以在我看来，你的女朋友是撒谎，而你是怯懦。事实证明，你的父母原本反对你们在一起是非常正确的。好，谢谢，谢谢涂老师。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易贝诗冠名播出的，要保湿易贝诗，易贝诗弹润保湿水。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易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易贝诗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你，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赢百元现金券。本节目由海伦凯勒林志人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再一次对以上机构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